聪明，但是我也不傻呀，对吧？好、哎呦，这15号付金银都已经急得不得了了哈！哎呦，把我急毁了。就是这话题吧，再说有点重复了，但是我还是想说，他那出老欠抽了。我就这样。哪出？哪出？哟，我乐意呀、啊，那出。对呀、啊，快进短片吧，这今儿被他整的有点散了。大家好，我叫刘德军，今年26岁，由于这个生长在单亲家庭，所以呢，这个家呢，我自己打拼，自己扛。家里呢条件一般，有20亩地，啊，平常呢会点手艺，然后出去干点活，干点副业。年收入呢在3万到4万之间，只要是能挣钱的呢我就去挣。我呢在我家的附近呢选一块好地，希望呢用这块地呢实现我的理想。我希望在这块地上呢建一个养牛场，用我的勤劳双手呢创造我的理想，实现我的理想，创造我的新生活，创造我和我另一半的幸福。14号李艳辉、那你能为了你未来的女朋友减肥吗？因为你比较胖。我胖吗？你胖。哎呀我的天，头一听说有人说我胖。哎呀我的天，我胖吗？说你有力气，你有多大的力气呀、150-160斤吧，自个能拿下来。150-160斤就算有劲儿啊。那你拿个试试呗。我是女生，男生和能和女生比吗？男生和男生是不一样的，有些他就拿不起来呀。你谁拿不起来呀？老王吗？你说我拿不起来啥，哥们儿？我今天就跟你较这劲了。150-160斤的东西你就拿不起来？哎，你觉得他为啥拿不起来？他那坨在这就能拿起来吗？这眼看我这肚子发育的比你那差呗，这意思。你是觉得因为他不干活，我天天干活啊。你咋知道人不干活呢？他能干啥？我天天拿水杯走走。我今天就非得试试了，咱们爱情大考验那环节不是有苞米吗？对不？成，咱俩就在这儿拿。对，来小二，现在就上苞米，我就不信了。10斤为一袋，你看你先你来还是先老王来？老王来呗，我先看看他，来吧。这是我们全程热恋自打开播以来，老王第一次离开他心爱的大沙发。来，我终于站起来了。我也是挑那个远的你。来，你们两个先试一下，等一会儿比武招亲。祝你好运啊！来点掌声，我就不信整不起来。老王，看你的了啊！我喝出去了。10斤，来一起数着，10斤、20。老王再遇尴尬，为争一口气，竟与男嘉宾较真拼力气，惨不忍睹啊！广告之后，全程热恋之乡村爱情精彩继续。老王，看你的了啊！我喝出去了。10斤，来一起数着，10斤、20。明显没干过体力活，30了啊！不是，这袋子是咱谁设计的？40，加油啊，老王！快了啊！我们给全程热恋的人丢脸呢。50，一半了。60，我恨透咱们导演了，这袋子这个。设计的这个男男，老王快用力，加油！别难为了，不是老王，你真是给全程热恋的人丢脸。我说老王，谢谢你给我留面子，谢你。掌声给老王点鼓励，真不容易。我跟大家说啊，我们这小伙子眼相当尖了。
就来我们这儿报名也好，然后就这一次来录制也好，就见到老王几次。老王每一次呢，就拿个茶杯在办公室里来回溜达。他每天最大的运动量就是拿着茶杯从我们办公室左边溜达到右边，然后再从右边溜达回来，几乎没有任何体育锻炼。但是今天我说实话，他能扛得起60斤，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挑战呢。这算不了什么，下一步我准备挑战65斤。你也就这点出息，你还是在那沙发底下坐着，别下来了啊。小军，到你了，到你了，我试试呗。啊，好。可不好扛啊，你别看人老王那么遭罪。一个10斤，20、30、40。说了我服了，只不过他就是一袋一袋不好背，要大袋一下就拿下。那当然了，从他刚才拿这袋子能感觉得到，在家里干农活啊，干家务活啊，会是一把好手。对对对，接下来看一下第二个短片。我的儿子吧，特性就是有点倔，他的脾气不像人家孩子说的那么暴躁啊。我喜欢我儿子说的媳妇心地善良点，普通的那个农民。是吧哈，长得草俊，我们家不嫌弃。然后我知道哈，这小小啊挺能干的，挺有正事儿，完了手艺挺巧的，家里那些都是特挺干的，自学的都是。看他们老太太勾我就勾了。坐垫都是你勾的啊？这打活儿喝酒啥的，咱也跟咱凑不到一起去，所以就自个儿找点乐儿。我看你这拿来了哈，来来来看一下，看看自己动手勾的。我想问他那鞋是多大号的？3码的。真不好意思，36一脚，怎么着？那就塌了这呗。你应该跟他说你多大脚，这多大鞋。我实惠呀，我这人不会说话，是吧？你有点大劲儿了。那就这样啊。你这说还真臭。那我就这样啊。鞋都送你了，你这鞭子都抽不回来。不要，我塌了不起。你看傅经理一直在说欠抽，这灯就不肯灭，你还是有感情，还是有感情。觉得这人吧，就是特实惠，就是用我的话就使大劲儿了。就是觉得这种人挺踏实的，但是，再看看吧。谢谢啊。16号朱静脚多大？我呀，这个肯定不能给我做，我40这呢。又小了。那瞅这一双呗。我问一下，就是我们就是女嘉宾说一句，男方回一句。是不是有点没风度啊？还是你是不是大男子主义啊？那有能耐上外头使，你跟媳妇儿吵吵吧，我有啥能耐？我们现在不是你媳妇儿吗？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呗。对吗？可以。对。我就看不上你。你这冲谁说？冲15号还是16号？你是15号呗。那你看不上我哪儿呢？他老要抽我吗？那你那样你不欠抽吗？小样不乐意呀、啊？我也不用你抽啊，我看不上你啊。有想抽你的，也有能抽上你的。我乐意，我让别人抽，不让你抽，怎么的？不愿意的，你想让我抽，我都不稀得抽。这哥们儿是真实在呀。还说了，就媳妇儿咋抽都行，我可高兴了。但不是媳妇抽我不行，谢谢，我得亏没这机会，我谢谢了，不好意思。哎呦，我谢谢你，我得亏没选你。
我想找一位能会好好过日子、勤俭节约的哈，能管着我点的，我挣钱他管钱的那种，只要能孝顺点的、对我妈好的就行。他个头呢在1米7以上，月工资不限。我希望能在全世界面前说我对他说我爱你。我希望用我的努力能带给他幸福。9号张瑞，其实我想灭了，但是他太诚实了，我想挺他一下，因为我对单亲家庭的有阴影。再说你这择偶标准也太高了，1米7以上，我是说穿着好不好啊？我是说穿上高跟鞋1米7，那得穿多高的？像燕子姐那高的。哎，就是他已经看出来了，每回燕子姐实际也就1米5几，每回穿这个20多厘米的高跟鞋看起来确实挺高的。现在场上是两盏灯亮的啊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掌声有请出9号张瑞、16号朱静，来有请。场上两个女孩，我们来看一下小伙子上场的时候他选的意中人是谁。4号耿丽丽，来讲讲讲。问一个你最想问的问题，假如我们结了婚，你愿意和父母在一起吗？我也希望那个双方父母都在一起。是跟你的父母还是跟我的父母啊？当然是我的父母了。那我不愿意。告诉我你的选择是？选9。那我跟你走吧。谢谢。左转五圈，右转五圈，对着你心爱的这个姑娘说你的爱情宣言。哎呀，这小二还告诉一句加油哈，这方向找不准了，媳妇儿今天就指不定领谁回家了。一圈，两圈，好，右转五圈，三圈，四圈，五圈。行，我想对你说呢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呢，一直挺我到现在，我呢，不会让你失望的。我希望呢，能用我的肩膀呢，为你遮风挡雨，那也希望呢，我的肩膀能成为你的幸福港湾，我会努力的。把你的眼罩摘下来，上面面对的是。